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6。普罗政治学院维园年宵摊位现正招募义工。如果你可以在年宵期间过来维园帮我们手，可以将姓名和联络电话电邮到 hkproletarian@gmail.com， 又或者打24673088报名。多谢大家支持。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吓，正话即系太过 sensitive 啦，讲讲，但我知道阿陈博士都讲到好好好，我知道你即系太得矛盾啦。唔系，即系我矛盾位喺边咧？我就知道听得我哋节目嘅嚟听 My Radio 嗰啲咧，反而有啲你讲得明明白白咧，大家条气仲顺。你遮遮掩掩仲衰，但系我系怕咩？我系怕得罪咗我啲同事。其实就冇错，我明白。其实我有本来咧都话啦，我好想同佢讲讨论何适应呢个人吓，点解咧？即系又真系唔熟，我谂我即不便评论啦。系咁，所以系冇啦，冇啦，唔好为难你啦。我今日讲系讲系，唔好讲呢啲咁嘅女人啊！即系我睇见佢嘅时候，我真系我系。不要讲这种女人，我们说你家里有，你家里都有两个女人这个女孩子。我记得第一次见你呢是在 My Radio 我们团年饭呢，那时候你太太呢就大一套啊，我记得啦，阿Yumi好开心，我们好开心啊，即系谂住有 BB， 我好开心见到大肚嘅，即系见到有新生命作为出现啊，或者已经有新生命出现咗啦，我认为呢是一件好高兴、好值得高兴嘅事吓。咁啊冇几耐啊，第二年你又抱 BB 嚟啦，系啦，我嗰阵都未识高兴啊，后屘我都系我睇到出咗嚟，我先识高兴啊，系咩？系咩？陀嗰阵时你都未识得高兴啊？妥的時候識緊張咯，同埋咧又講翻就係、是我小朋友就咁啱喺金鐘清場之後兩日出世，咁、啊、變咗之前嗰幾個月，之前嗰幾個月我個心都喺金鐘，即係喺旺角。啊跟住就總之喺銅鑼灣。啊，係喎，你即係你太太臨盆嗰段時間，你都嚇好忙咁樣，好掛心個掛住佔領區嗰啲嘢。即係當然我又唔可以成日喺嗰度過到嘢又成咧，屋企又大。唔得，梗係扶老婆先啦，老婆就嚟生係好 vulnerable 噶。咁所以就好多嘢就真係去到。即係社會上的事暫時暫停啦，跟住就啊屋企多了個人啦，咁啊先至開始，咦係會得意喎佢又女喎，其實女好可愛噶，咁佢又幾好玩啫，係啊係啊係啊，不過我就盡量通常都係我係擺過去一張相上網嘅啫，咁我就其他我就無謂啦，一嚟就係我都唔知佢中唔中意我擺嘅啫，有時佢中意擺咪第時擺飽佢咯，趁住佢而家唔中意咧，你做多啲咧，佢唔知中唔中意嘅嘢。以后冇噶啦，到佢懂事啊，读书咧，你就真系样样都另外谂住抛咗个身出嚟，都唔好俾个女样俾人，俾人即系唔好俾个女个样俾人知啦。咁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当然喺街见到就算啦。但系我觉得就无谓，即系如果有咁正派，唔系咁讲，即系最惨呢个社会系唔正，即系而家个上边唔正常啊嘛。咁第时有啲咩，我真系唔知有咩三长裤短咩事都可以发生。咁冇理由咁即系咁容易俾搵到我女咁，虽然佢要搵就搵到嘅。而家岁几咯？系啊，岁零。吓，岁几啊？有冇咩啊？搵啲咩学前教育嘅？唉，又要开始都要，即系要开始留意。真系要谂啊！玩呢啲游戏咯。你知我哋好鬼反对啲细路仔咁细个入学啊，咁细个读书啊。即系。但系唔知点解个个做咗父母之后咧，好似不知不觉就堕落呢个圈套噶咯。啊，又要读啲 preinstitutional 嗰种吓，嗰种就系即系跑马仔心态。你见到隔篱嗰只跑得咁快，你就觉得你人哋又咁跑，你又好似唔敢跑，又好蚀底咯。呢一种系一种即系。即係嗰種 peer pressure， 咁你又真係爭啲喎！你個定力咁容易受人哋嘅影響嘅嚇唔係因為冇㗎，因為有時對住個細路唔係就係你話到事㗎嘛。哦，你睇下有冇做嘢㗎？佢都有做嘢。有翻我咁其實好咩嘅喎？嚇咁就即係，但係大家都諗到係咁，起碼都知道嗰啲面試係咩一回事先咯。即係老實講，我而家個心態就係、是、即係叫做訓練一下我自己，睇下知道嗰啲係咩一回事先。
咁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即係起碼唔好話去到時真係要揾書讀嘅時候先拿手唔成勢咯。我即係我自己純粹有咁嘅心態嘅啫，即係的確係真係覺得喺香港生活家長真係但係咧好多時好煩惱啊。但係慢慢呢種怪獸化的過程咧，我都擔心會越嚟越出現。咁你開頭話諗住試下啫。之後你就越嚟越唔該，越嚟越積極噶咯。係啊，佢沉迷噶啦，跟住同人哋跑啊，鬥快噶啦。跟住再睇埋比賽啊，嚇搭上個跑道就翻唔到轉頭。係啦，又聽下邊個親戚個女又點啊，嗰個親戚個仔又點啊，跟住人哋唔知幾多歲，唔知又識得做啲乜嘢嘢啊咁樣嚇。咁即係我話咁講，咁係咪要搞到一出世就識微積分先咁樣？即係呢啲嘢啊，即係。希望可以我自己都自制到自己啦，啊，即係我聽你咁樣講，你都論盡噶啦。我睇你都其實基本上已經淪陷咗。我已經有一啲嘢已經放棄咗，就係即係我以為。最緊要你太太咪咁樣諗，佢亦都係有呢個顧慮。哎呀，唔知人哋個個都咁，我唔做唔跟又好似唔啱唔掂咁樣啊，即係有呢種咁樣嘅 peer pressure。啊，即係我估佢都有噶啦，咁但係我自己有另外一樣嘢淪陷咗，就係咧，我開頭估我自己都會對佢好有紀律咁樣嚟教佢，但係我後屘發覺我都會縱佢，我都會縱佢縱得屋企。哎，爸爸多數都縱女噶啦。而家佢要抱要抱要乜就俾乜，我而家開始擔心我自己而家。喂，咁細個一定係錫要縱噶，係唔係咁快教噶？要懂事啊，翻學啊。但我唔知道到我想教嘅時候，即係博水嗰陣時就要教啦。係啊，咁啊，我就驚太即係呢樣嘢，你原來好早已經發生，跟住要改唔翻，好大件事。我冇咁早，冇咁早。而家其實咧最可愛噶啦，幾歲大啊？歲領啊嚇，最可愛一歲幾行啦，識行識走啊，啊又學講嘢啊，係啊，好鬼得意噶呢個時間係好好玩。是純粹吃石的，沒得教的，教是基本上教他吃飯的，醫生告訴我去廁所啊，是教那些日常行為那些教的，跟他聊天你都是用 BB 話的啦，你不是用這樣，又這樣說，是他教你，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是他教你，兩種話都有啦，我又盡量跟他講，教他生字咯，他就不肯學我說話，但我發覺原來就，我說的話他都知道我是說的哪樣東西。咁佢識得指，但佢就點都唔肯講咁樣咯。但即係令我諗好多就係，人個腦係幾得意。喂，其實你有科學頭腦咧，我話你聽啦，你應該多啲時間去觀察，純粹係觀察個女嚇。真係觀察佢 observe 啫，你唔需要太多 interference 嘅，你淨係睇佢玩、睇佢搞，或者同佢 communicate 啊，睇佢 reaction 啊，我諗可以刺激你去刺激你嘅你嘅思想啊，嚇你嘅想像啊，或者你對你嘅人生觀啊。宇宙觀啊，都可能是一個細路仔，因為我真的覺得細路仔，尤其是呢個年齡啊，幾歲大咧，未入學之前，所以真的不要咁快入學，入學就污染噶啦未入學之前的細路仔咧，係個禪師嚟嘅。完全個禪師嘅境界，因為佢最 true 最真睇嘅嘢，見到乜就係乜，見到紅色就是紅色。嚇，見到山就係山，就係水就水，即係唔會話有你咁複雜嘅頭腦啦。你個腦啊複雜得緊要咯，係咪啊？無論係生活上啊、教學上啊、政治上啊，我睇你污染咗，幾複雜啊！有啲問題，有啲 conflict 啊，有啲矛盾掙扎咧，我見你已經好痛苦啦。喺你嘅面色睇到你好痛苦。會啊，梗係會啊。所以多啲同個女傾玩，同佢傾偈，佢會帶到你只有歡樂嘅啫。同埋好多啟發。佢是你的老師，咁啊係，我都發覺我帶俾佢好多歡樂嘅，其實都你是俾佢玩嘅啫，係啦係啦，我係俾佢玩嘅，你而家係俾佢玩嘅啫，我唔知啊，而家我真係好，即係學聽你咁樣講，你已經其實即係喺度 study 緊啦，啊咁唔知即係會唔會好快啊？帶佢俾佢學啲咩學前班啊？我覺得係大鑊噶。時間金錢啦，這個損失是浪費的，同埋對個細路仔係毒害嘅。以為哎呀，佢學咗好多嘢，學咗好多生字啊，同埋我係咩 social skill 啊。其實最重要 social skill 喺你度學，就唔係其他細路仔度學。嚇嚇，同埋我就都信一樣嘢嘅，即係我係覺得你如果編一個細路仔個時間表，呢幾多點鐘幾多點鐘要做呢樣，幾多點鐘學呢樣，我就一定要加個 item， 就係我要編一個可能有一段時間係淨係玩嘅啫，或者淨係咩都唔做。其實應該全部時間都愛嚟玩，邊度使唔使早讀書啫？德國啊，話七歲先好學，叫佢讀書寫字啊。因為我就算睇翻，真係七歲之前應該淨係玩嘅啫，我覺得。即係真係又講少我自己觀察咯。就算你話我睇諗翻自己細個，同埋諗翻我睇翻我女而家佢點樣由一樣嘢又唔識變識咧。
玩出嚟嘅啫，系啊，真系啦，冇错啦，你明白呢点就最重要啦，系啊，因为好多人就以为要有人教，啊，仲要一个专家嚟教，啊，话有啲认字板，哇，即系咪一定要你坐喺呢个位置，对住呢个，只眼望住呢个角度，然之后去咁样去，但系呢种成为一个主流喎，甚至乎系控制咗所有嘅家长嘅一种咁样嘅思潮，一个想法，系好恐怖噶，呢个系一种病毒嚟噶，吓，我觉得基本上令到个个人咧都不由自主咁。自然咁就行，只个身不由己咁样就跌入呢个漩涡，就将你个细佬咧就抌落呢个火坑嗰度。系，因为嗰啲班咧有证书啊嘛，最衰系呢样。哎呀，有证书嚟做乜啦？而家啲博士都系冇用钱买。我又讲下，即系一开顺便讲起搞博士啊嘛。而家即系嗰种咧证书文化咧。系啊，证书文化真系好吓死人。即系我记得咧，就系其实都系喺我自己啲。即係同事之間有時會搞一些活動俾一啲學生咁樣，可能是即係中學生嗰啲咁啦。咁我同事同翻我講，啲家長第一件事問有冇證書啊？係啊，即係哇！我就覺得咩上攞埋啲外國啲咩威水學校啊、劍橋班啊、牛津班。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你。其實那些可能背後沒什麼實質上的得著的那些的你有些東西其實呢說真的你這麼快就教這個小孩學會虛偽虛榮是危險的、幾歲但不要說幾歲兩歲而已就以個 portfolio 個個都有個 file 啊即有了幾多證書啊個個鬥口鬥多爸媽做的嘛那些跟住仲要是給有人出給錢的那以後這個小孩子個 identity 就係用呢份 portfolio 嚟去定位啦，咁啊幾可憐咧？咁唔怪得知佢死嘅真係。以後孭上膊頭呢個壓力真係最基本嘅，最基本嗰啲咩？反而自理能力，綁個鞋帶，點樣去抌垃圾嗰啲，反而又唔去教。即係講真啦。你教係啊？你話你個仔教咩？教呢啲嘅啫。而家呢個時間。係啊，不過我覺得咧，以而家嘅家長嚟講咧，都要整個證書班俾佢哋自理能力學習，即係高級文憑，自理能力高級文憑嗰啲。講到尾，你又跌入呢個陷阱度。係咪？即係有冇辦法？有啲家長受啊。冇證書就唔能夠 qualify 或者係唔認可咧。嗱呢個。可憐咯，呢個社會嚇，即係呢個社係可憐嘅。我都話咧，唉，點解我又要講翻？我哋一定要見過。我呢個即係太多荒謬，太多不。嗰張紙都得，即係你證書呢張紙，你諗下而家呢個社會嘅地位上係會好怪嘅。係啊，人人都要嗰張紙，要做咩？但係人人都唔識嗰張紙係真定假嘅，太多數係假添。嚇！其實那些基本上不用拿出來或者是即好像你說曾博士陳博士你一開聲人家知道你真的有料有學問那些這樣一開聲你幾歲博士沒用開聲就知道好像中雪根那些還有行內你開聲就知道什麼料啦其實你真的熟行人你都知道哪間是真哪間是假的是 啊即是真的拿來去騙那些在外面賺錢的東西他就是拿一個訊息不對稱有時我都覺得很荒謬的因為做到教授是不是應該有一定的學術水平原來現在呢用這個假博士這麼流行呢現在連同大學界都原來滲透了去即係好像嶺南啊國歷個類嘅教歷書哇原來咁普遍喎真係令你嚇一驚㗎係啊咁你可想而知以後嘅 plot 出嚟係啲咩因為嚇因為呢個又好睇即係呢度都要得罪下人即係嗱你話都好睇咩學問、有一啲學問呢你冇得呃嘅講得好簡單醫學曬學係啦 science 都冇得呃㗎基本上 science 冇得呃嘅、工程冇得呃嘅係啊工商管理但係通常嗰啲係啦商科你見最容易買學位嗰啲啦商科啊跟住有時嗰啲咩你都比較撩楞啲嗰啲文學啊哲學嗰啲咁佢哋咪搞好多呢一類嗰啲即係甚至乎你話嗰啲咩管理啊嗰啲其實另外一個就係嗰啲咩講教育啊你講啦佢嗰啲咁樣嘅學科的名詞啊，有時都聽到你一頭霧水，咩嚟㗎？哇！而家真係五花八門啊！係啊，係啊，係啊！咁點解又搞咁多嘢咧？容易迷惑人咯。同埋就即係有好多時就係、是，因為其實你話如果真係學問上咧，有好多科係好多嘅資料，你有好多嘅方法，但係大家都未都講唔到邊一個先係真嘅道理。呢啲學問係最容易出啲假嘅
學者嘅。咁、所以雙科容易咯，因為 你做生意好多種方法 work 㗎，原來可能你好多方法你用咗錯方法，但你好運又搞掂咗。我話俾你聽啊，我識嘅即係做生意好成功啊，好多上市公司嗰啲東西係冇讀過書，或者係小學畢業已經唔錯㗎啦。你而家成功好似唔知係咪讀小學啦？讀書係唔幫助你做生意嘅。係啦，你可能係有種 talent， 有種天才，或者有種際遇，有種運氣就得㗎啦。係啊，所以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啲大陸人啊，或者而家吹到嚟香港啦。好多香港人都咁鬼死，即系吹捧啊，或者系追逐呢啲咁样嘅博士行头，吓系一种社交嚟。成个社会都系变得荒谬啊、虚伪啊、黐晒线啊，我觉得又。但系我即系佢讲到你个女，哇，可能而家两岁啊，开始就要咩攞张文凭，咩黐线噶？你要做咩咧？我哋做乜鬼咧？系啊，冇意思噶。但系问题就话你哋已经被迷惑啦嘛，因为整个社会都系咁啊嘛。其实即系我觉得。我都有啲想有時玩一下嘢嘅，即係我諗住幫我個女兒買張博士文憑翻嚟先，真係。喂，有價有市啊，仲係有人話俾我聽邊度買添噶啦，已經。做乜嘢啊？買嚟你咁中意，我就買嚟去幼稚園播下。你哋咁中意睇啊嘛，我就買張俾你睇。天才啊！有冇天才認證啊？咁我就係一啲美國某野雞大學整出嚟嘅嗱，我女兒已經嗱，我哋其實唔對幼稚園冇乜所謂，不過佢已經有個博士學位啦。咁你想唔想請一個已經係你想收一個有博士學位嘅幼稚園學生啦？你真係想將呢樣嘢玩到出神入化啦！真係玩盡玩絕佢先啫，係玩死自己啫，就咁啊！係呢個係通常人哋見到你呢個家長原來都係假嘅。係啦，冇錯啦，即係俾人哋篤爆。佢喺香港荒謬到就係咁啦，俾人篤爆咗呢啲假學歷啊，咁樣啲咁樣嘅做院長喎，乜又話有個精神科醫生喎，話係精神葵涌醫院嘅前院長，哇！我真係我覺得黐線都咁交關嘅啲人啊，真係啊，即係迷戀呢啲咁樣嘅虛涵啊，做乜鬼咧？已經自己咁多個 title 啦，可能咩？我即係其實咧，我唔知道有冇人做得到啦。你話如果可以有一個手提電話嘅 apps 咧，就好似嗰啲 QR code 咁樣咧，即刻揾個嗱人哋俾張卡片嚟寫住乜博士嘅，嗱即刻影真定假嘅，即刻話呢個係幾真幾假嘅嘢。雞嚟嘅咁樣，你有人你講，如果你有人整到呢個咁嘅 apps 咧，呢啲咁樣嘅假博士係會大大減少嘅，絕對係會多鬼遠啦、啊，連個 apps 都假噶，係啊，咁係個 apps 啲人都係俾錢嗱，你唔好話我都係假，我俾錢你，我全部都係假嘅。喂，唔係啊，咁我哋自己節目聽眾搞呢個 apps 揾咗第一桶錢先。其實呢個世界咧，任何一樣嘢，你去到出現有真假之別嘅時候咧。就醜惡噶啦，變得整件事就變得好醜惡噶啦。咁而家所以你話咧，我哋本來咧就好尊重學讀書人啦。你話我哋以前嘅社會都好尊重讀書人啦，或者我哋一路咧整個社會都係仰望啲讀書人啊、有知識嘅人啊、專業人士啊去領導啊。咁哇，原來全部都有機會係假啦，唔係全部係假啦。咁人哋咪一定唔會尊重你啦。自然你嗰個專業啊，冇噶啦，靠乜嘢？靠面皮厚去生存嘅啫。即係呢樣我都諗到，譬如話大家而家好多唔同政治光譜嘅人都一樣，即係尤其是嗰種私怨行頭啊，互相攻擊。其實你最緊係咩啫？唔係話你嗰張社運 CV， 係你最後真係願意為呢一個運動犧牲幾多嘢，先至決定到你個地位係幾多。即係好簡單嘅，即係你唔好話以前你不嬲任務帶領開啊，其實你而家去到有一個新問題嘅時候，邊個出嚟幫手帶領去承受犧牲嘅，其實嗰就會往往就係成為最後值得尊重嘅嗰一個嚟。所以你話即係，與其鬧嚟鬧去咁樣，其實即係做咯，做事咯。即係你講得啱啦，好似你之前你仲有講過話，譬如黃碧雲，好似係博士嚟嘅喎，即係呢啲咁樣嘅叫有頭有面啦，有社會地位啦，唔需要去到一個立法會同阿鬱敏咁樣，即係個人格啊，嚇個修養啊，係咁差咁卑劣咧，我覺得係。是很悲的，很悲哀的事情。我都知道民主黨是真的超憎他，超憎鬱敏，因為鬱敏篤爆了他們。就是這樣的嘛，你又要受，往往就是被人鬧得啱，是真的會痛，是真的會很痛。是啊，其實說到尾都是，這些人呢，真是，我諗呢個一路個教養啊，自己個人嘅修為係有問題嘅。啊，好似今日我睇阿陳文個 Facebook， 佢就講話，即係譬如佢話，佢嘅點解佢嗰個領導，即係佢個
理論啊，各樣嘢咧嚇係咁實在啊嚇。譬如我哋去講嘅你就無論你哋點樣攻擊佢，係打佢唔冧嘅嚇，同埋佢好有呢個叫做即係睇到全局嘅智慧啊嚇。呢樣嘢其實咧真係米舒羅翻嚟嘅，佢今日講咗個秘密啦，就係父親教嘅。其实就是家教，讲到尾就是家教。我成日觉得咧，香港咧细路仔咧最缺乏就是家教。我哋上一代咧，就算我父亲系冇读过书嘅，我妈文盲嚟嘅，但系佢系身教。系咁我话譬如阿陈文老师咧，我同佢做嗰个节目啦，佢都系佢父亲咧系，其实佢系从医嘅佢父亲，但系就系、是、都系南洋啦，咁都系一个亦都系高级知识分子嚟嘅。咁所以呢个老师个屋企人啊，个家教父亲对你嘅教养就系、是。最重要的是道德訓練和個修養和修為，我覺得這件事呢，很多我們看到現在社會上那些這樣所謂的、精英分子、領導人物是缺乏的，是沒有修養。即是現在就去到，即是我即有老香港很懷念的，就是當時真的可以呢，只要肯努力就，還有就不論即出身是怎樣，都可以去到比較公平地在社會上有一個地位。但現在就似乎就是 你要去擺開你的尊嚴，擺開你的智慧、去做一個很由卑躬屈膝開始，擦鞋開始就有得爬啦。嚇、啊，去鬥擦鞋鬥得叻，那個就最快有得升職。即係點解？即係話我自己對李國章亦都非常不滿，就是我讀本科的時候佢係校長，佢嗰時候喺香港嘅聲望係啦，就如日中天嘅。即係佢雖然我都知喺學校都可能得罪唔少教授，但起碼當時我以一個學生身份，我都覺得 O K 啦。你覺得李國章都幫中大咧？當時全香港校即係講到大學校長係一個都好有地位嘅一個咁但係之後點解變到咁樣？十幾年我都覺得係，你而家港大校委咁啊，點冇人尊重？係啊，係啊，即係我有時好想問佢。你唔覺得醜先恐怖啊？係啦，我都想問佢。完全冇羞恥之心嘅呢成個。我就真係好想問佢，你做緊乜嘅咧？你而家你十幾年做緊乜嘅？係咯。點解你可以咁努力地令到人哋越嚟越唔尊重你嘅咧？好難嘅呢樣嘢。係啊，點解可以嗰個人嗰個修養啊，或者嗰個人格啊，墮落到咁嘅地步？係啦，然後仲你會繼續越嚟越開心嘅，又越嚟越有自信嘅，我就好諗唔明嘅點解。覺得自己社會地位越嚟越高，因為一個中央的加持咧，佢要飄飄然。咁但係我會覺得嗰個指你落嚟嗰個人啊，都比未必比得上你啦。即係講李國章，佢自己都貴族出身，係啦，佢使唔使做咁？係啦，佢做一個李國能唔得嘅咩？嚇，點解做一個李國章咧？點解做一個梁振英咧？我就拗曬頭，呢樣我就拗曬頭。冇得講，我諗嘢都唔明呢樣。唔明啊！家教家教好重要嘅。我覺得咧，即係一整代香港人其實係自從即係呢個香港八九十年代啊，經濟起飛啊，個個啊父親要做嘢，母親要做嘢，成個屋企人啲細路啊，比菲傭湊呢一代仲更加難喎。其實真係好缺乏屋企教養，尤其是而家再去發展到而家近代咧，啲細路仔兩歲就話要入學，唔係六個月啦，我聽過最少。識坐啫，一方面就六個月要咩 playgroup 啦，但係另外極端係咩咧？就係而家去到十八歲，唔知點樣煎雞蛋。十八歲唔識煎雞蛋，唔識整公仔面，係啦，唔識整公仔面，即係呢一個實實在在自己而家香港大學經驗嚟嘅，又唔識點火啊，又話驚佢辣親啊！我啲識得朋友話十幾歲都唔敢俾佢掂到個即係點個點個流流啊，驚佢淥親啊咁。原來唔知要打蛋咁咯，係其實好恐怖嘅嚇，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咧真係。根本上咧，整個嗰個教育嗰個，整個社會個思維嗰個價值觀咧，有冇機會咧，慢慢即係去糾正翻過嚟咧嚇？我覺得家教係好重要嘅，因為今日我睇陳永嘅 s t a t 我真係覺得家教係好重要嘅嚇。即係尤其是我提醒你個 B 咁細個啊，而家要開始，我提醒啲媽咪就係、是。在個肚都要教，胎教唔係話教佢嘅，係 communicate， 同個小朋友同你個小朋友一定要懂得去溝通嚇，就係成長嘅過程，直至到佢反叛咧，你就覺得好難溝通噶啦，冇得傾噶啦，所以反叛期之前其實十歲嘅啫，得十年嘅啫，你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佢十十年係最佢係最需要你。而家我都覺得你唯一可以叫做影響到佢。係雖然我都覺得而家我女都開始衰靚，有啲反叛我。反叛啊！哎呀，唔係
叻喎，咁細個先反叛者呢啲好叻噶。咁唔好啦，太早步入青春期點算？即係如果你今日咧，即係阿陳博士，即係話有大學教育。啊、我哋當然咧見到近嚟嘅大學生、啊、希望有一個突破啦嚇，使佢咧我哋咁多年啦，由我嗰個年代開始，我話俾你聽，港大都係腐敗噶啦，都係犬儒腐敗噶啦。咁會唔會突破咧？咁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咧，我最睇到個曙光就真係從朝住建國呢個方向，因為唯有咁樣咧，我先覺得喺一個整體個整體一個架構，整個即係管治嗰方面咧，有一個即係一個改變。無論點都好咯，我諗嗱喺任何社會任何制度入邊，你總會有好人同壞人噶啦。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去促使到呢班好人能夠出頭？呢班有志氣嘅學生點樣能夠成功？即係咁，你能夠令到佢哋上到去。之後都不會差得去哪裡、啊、即相反如果容讓現在這種局面繼續發生下去被一些劣質的人繼續踩住這一班真的有料的人來說那整個社會沒有希望是、啊、所以說好的制度壞人都好人都會變壞人、啊、其實我真的覺得真的很重要真的希望呢香港不要太多呢本來是好人的人呢都逼著去做壞事即係好似佢哋話港大嘅教授唔係個個都咁咩嘅嚇，咁冷淡啊，或咁冷漠。我諗問題係點樣去催使到呢啲聲音能夠出翻嚟，佢哋發揮佢哋嘅力量咯。我覺得而家係。我想很多好像你一樣都在內心很多掙扎有的即大家很希望就算掙扎出來就希望好像快點我去組織起上來、嗯、這一樣東西、嗯、即我很期待這件事盡快發生咯我相信一定要建國才做得到因為已經去到呢整個制度香港整個制度無論是政治教育是很恐怖很大鑊的了、嗯、即是那種腐朽方的情況呢去到呢 BB 仔去到大學冇一幸免全部都是即是走向腐敗走向即是醜惡那、嗯、我真的覺得冇出路的喎除了去整個將這個舊的全制度全部打破我要重新來過你是建立一個自主咯建立我們自己的自治和建國、啊、我認為真是唯一的出路當然很多人以為這個天方夜譚啦不是的、啊、就是靠一兩個人的譬如你港大裡面有一個教師我不要犯我就罷教你有這個即是先決先所以我很反對他們罷什麼、絕食千祈不要絕食不要自焚多餘的沒有用的因為你沒可能道德感召到一班沒有道德的人的是不是但是打爛個飯碗不捨得的不過又咁調翻轉睇咯，一日有班即係咁樣咁高壓嘅人，我都唔愁冇人出嚟反抗咯。而家就係、是、基本上就係成個香港搞成咁，係啊，絕對就係嗰班施壓嘅人自己搞出嚟嘅啫嘛。而家自己攞嚟嘅啫嘛。我相信而家內心掙扎嘅人係多嘅，即係有能力嘅人且更加多啦。當然、啊、有能力但係。不敢行前一步啊或者是真的還是要很多顧慮啦我明白的。革命需要先行者的。即是包袱是個個都有。革命而且不止做一次的要做很多次的。要有這樣。不等得了不過。胸襟不等得了我就希望這件事大家會get到個 message 啦。而事實上我哋係前進緊嘅，絕對唔係真係即係表面睇到嚇冇用啦，你做乜都冇用啦，白學又白化教育冇用，白學白課梗冇用啦，白教都冇用噶啦，你全部得幾多個學生啊？唔好睇少嗰幾十個學生，如果個個都好用嘅話咧嚇，一定成事嘅，因為跟住衝嘅人咧，我肯定會更加多，但係需要一兩個行先咯。好好咁样同你个仔、你个女沟通啊，佢系你嘅禅师，系、嘛？好开心，多谢蔡医生。O、okay, K， 好啦，够钟啦，系多谢大家。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嚟啦！在1月7号至1月24号期间，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想同毓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就要把握机会了。